来，各位钓客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来介绍的是这一把会浮水的切鱼鲨鱼刀，然后它的名字叫小熊别做的这只刀子，然后这是它的刀柄，然后刀身在里面。我们把它抽起来看，它的刀身就是这么锐利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来切刀。你看，很平整。鲨鱼啊，或者是切沙西米啊，都可以，因为它的刀片够锐利。OK， 然后我们试试看，把它丢到水里面。哦，跑掉了，来，丢到水里面，它会浮起来。主要是因为它后面这个是空心的，所以它才会浮起来。所以你不管就是不小心。鲨鱼在船上或岸边鲨鱼的时候，不小心掉到海里面，它都可以浮起来，你都救得到它。然后呢，喜欢的话来联合钓具选购，然后喜欢想知道它的价格的话，打电话进来或者是来我们店里，竹南联合钓具，谢谢你。